大家好，欢迎光临。嗨，你好，你欢迎光临。好，你们从那个省来？天津来吗？我的朋友有很多人来天津。清迈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吗？你来看到清迈喜欢什么？喜欢清迈喜欢水果吗？水果吗？喜欢榴莲吗？榴莲喜欢山竹、萨波罗、苏波罗、苏波罗、小波罗。哦，谢谢。你喜欢什么？我都喜欢。你都喜欢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清迈。清迈很安静吗？很安静。哇，很安静吗？清迈。你喜欢你看寺庙了吗？看过了吗？怎么样？漂亮吗？非常漂亮。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？纪念她好吗？好的。好。Okay. 请你先唱歌。好。小城故事多，松绑西河了。是你到小城来，说话特别多。哇，你们唱得很好，谢谢，谢谢来参观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下次再来，拜拜。